今天娱乐杂志我们要访问的这一位是天王级的人物，而且最近呢他为了新专辑练声，然后有了新的舞蹈，想要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我们要好好来跟这位亚洲舞王聊一聊，一起欢迎罗志祥。你好。哇，因为万生来过了嘛，所以我就要记着来。对，因为那一次跨年之后呢，的确我们就是一笑泯恩仇。真的有吗？ 对啊，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上面穿的是豹纹，然后裤子穿的是亮亮的。可是它相反的，它是下面是豹纹，上面是亮亮的。对对对，所以还是有一点不开心。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再把我们两个再说什么不合。对啊。是这样吗？因为刚好昨天有上网看。那这次好友 DC 啊，我们请他录，他不要，他说他请。所以你看，你真的很假象，开玩笑，罗志祥，我今天看到你，你整个人又精瘦了一大圈，有没有？六公斤，短短的多少的时间内？二十天左右。那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是临时抱佛脚，因为本来已经胖到75，然后骗我公司人，我其实就74。哎，骗公司只有72，然后有一次我说溜嘴，我说我瘦4公斤嘞，然后我们公司换算72扣掉4公斤变68嘛，我就说你现在68了嘛，我说没有，现在70，我说哈，所以你原本是，我说74，然后我就没办法，因为真的太胖，因为我演唱会的衣服根本都是已经穿不下去了，真的，对，就是硬拉拉链是那种吸气啊，然后这样拉起来，我都不觉得。可能是因为脸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身体是看得出来的，整个肚子啊，然后手臂啊是胖的样子。罗志祥其实做很多事情，你都在大家觉得怎么可能、不可能的时间，这你就说我只要努力你就可以，所以你一天到晚都这样鼓励大家说，如果我做得到，你们也可以做得到。对，你怎么知道？因为你不是，因为你是有关注什么事情，我都会对。因为我们本身你也知道，你埋伏了很多你的好友在我们的这个电视圈，对，有一位我们这电视圈这个 Toby 大哥，一天到晚呢就是打着你的名号一直来录娱乐假的，所以我一直耳边怎么说都是在讲罗志祥，对，我身边都有我的影子存在。对，所以他就是告诉我说，说真的。本来人家看到这就说我做得到，你们一定也可以感觉说好像这个人讲话就是很大口气啊、反正我都很努力啊什么，可是我私底下问 Toby 这个很了解你的好朋友，他说真的，其实你对朋友是你是真的以这个诚心的在激励每个人。他说因为罗志祥是一个从什么都没有、然后因为他努力到他什么都有的人、所以他真的把这件事情很努力的在鼓励他的朋友说，只要我可以，你们一定也可以。对，没有，我觉得是我都用坚持啦，不是努力，因为很多人努力到一半他可能没有办法得到目标他就放弃了，可是坚持他是比努力还要可怕的，因为他坚持到最后一刻，我相信他的目标一定会达到，只是那个时间长跟短而已。那你可能你觉得现在已经30，你可能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在工作上得到什么太大的掌声或肯定的时候，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去放弃啊！你30岁还是很年轻啊，还是有很多30岁找不到工作的，可是你已经有一份工作了。那你现在有什么事情你想做，可是你有坚持有努力还没有做到的吗？都达成愿望了。对，愿望都有。对，真的。对啊，妈妈开心，这是一个很大的愿望啦，就是妈妈可以很开心的笑，然后她可以很无忧无虑的说她明天要去泰国跟朋友去玩啊，或者是要去哪里玩，她都可以很放心的。那我也可以给她很大的，就是让她去好好去享受她的人生，这样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希望的目标，其他都还好。其实我那天说真的，我在看电视，然后我看到别人访问你，然后我就看到他们剪出来的片段，就是里面有一句罗志祥说的话，说他一不相信长江后浪推前浪啊，前浪死在沙滩上，他说你说因为你有带冲浪板，对，你永远在浪上，对，在浪上口气超大，怎么回事啦、罗大哥？没有，因为你要打破这个迷思啊，因为每个人为什么一定要什么前浪一定会死在沙滩上，一定为什么一定会，这不就是一定是这样的道理吗？没有，浪是由你而起的，你要懂，浪由你而起。
你看我坚定的眼神没有？没有，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新人，他们要准备出唱片的时候呢，总是被很多外界灌输说我是新人，我有新鲜感，那我一定会被别人受到注意。但是有很多的新人，他准备要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要求感已经变得有点迷失掉了。他们的要求要跟其他的艺人一样，同等的像待遇，我要港星车，我一定要什么样，我要名牌的衣服。但是他没有想到，你已经被肯定了吗？很多人的迷失都已经迷失到这里了。我一定要 LV， 我一定要身上名牌，开什么车什么的。你还没有肯定，让别人去肯定到你的时候，你先有这些外在的因素在你身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观念。真的不认得你的人，或者是只是因为你现在知名度很高才认识你的人，听到你这话一定会觉得哇，口气很大。可是就是因为你一路这样子奋斗的过程，其实大家都知道，我觉得今天让你说出这番话来还更有说服力。就像你有主持节目，你也访问过很多的艺人，有多少艺人是来过一次之后就不见了？蛮多的。对，这个意思就是你会知道，因为我有主持节目，我懂今天这个来宾来我节目他表现出什么才华。那如果今天唱片公司都会很多秘密武器嘛，你的目标就是他，你就是他们什么团体，你就是跟攻什么蔡依林，你就是攻谁的。但是唱片公司总是给你很大的想跟攻击，你觉得有这个目标去做，但是你要想你的武器有哪几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那一句话会这样说，我有冲浪板的原因是因为他有才华，不是？没人讲，我自己讲尴尬。哎，旁边可不可以做个谁啊？可以帮我讲个话什么？自己讲尴尬。没有，就是你要懂那个，你也知道你自己是一个，可能我以前在综艺节目学到很多东西，可能小小学习到一丁点，可是，在你耍了这一下，别人会吓到的。可你要多耍三分钟，我可没办法。可是你知道吗？你讲出来的那一刻哦，我一开始听我就哇，罗大哥竟然说出来了。可是，一方面我又很为你高兴，因为我觉得你一定是走得很踏实，然后你一定是知道，你这一路走，你是真的带着冲浪板在冲这个浪的，你才敢说这样子的话。但是如果你现在看看你目前的成就，你觉得你已经在你的事业的最高峰了吗？没有，就是我现在只觉得很开心的是，因为被别人给大家肯定到很多的，比方说唱歌这一块或舞蹈这一块。因为舞蹈这一块真正被肯定是在《精武门》那一张专辑才被大家注意到我的舞蹈，可能有椅子舞的部分加强到整个舞蹈的效果。那唱歌这一块有可能是因为我的抒情歌都很可能很贴近人心的，比方说像《搞笑》这首歌，可能他们可能分手的情侣，他可能听到这首歌他真的很有感觉。那好朋友可能这首歌也有可能有感觉，所以我很开心的是因为这一块被大家肯定了之后，我才觉得我好开心哦。那你说高峰其实还没有，我觉得高峰我觉得一定要，就像你登上了 这座山之后，你会想要再登下一座山吗？你一定觉得人是很贪心的一个动物，所以他一定要不断的去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我觉得那个才是对你有更大的原动力去做很多的事情。要不然你可能觉得好，我到这里就到这里啊，我已经满意了。当你满意的时候，你就很快会被别人登上去了，那种感觉就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会比别人努力的原因是因为我比别人起步的晚。那个起步不是说我出道比别人早，起步怎么比别人晚，是因为我比别人注意的比较晚。我出道十一年才办个人演唱会，有些人一张就办世界巡回了，那个感觉是不一样。就是我会觉得我一定要很快的很努力的让别人看到我的任何一个表演，因为你不知道演艺圈什么时候你要被淘汰，这是我给自己一个设想，危机感很强的一个人。对，所以我才会说什么我会带冲浪板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怕你来挑战我。如果你今天跟我挑战舞蹈，我可能不会跟你跳舞蹈，我可能弹琴，我打鼓，你可能你怎么来这招音的，就是我会用别的方式来跟你对抗。就是别的，因为有时候百分百有很多的来宾他们都很喜欢跳舞嘛，然后他们说啊不要，因为小猪在那边我跳，他跟他跳，然后小猪 solo 我就站在钢琴上当当当当当当当，你会吗？给人难堪就对，演戏好险，不太有去上你的节目。没有，就是你要让艺人也要知道说，其实这一行饭不好吃，
我觉得你随时处在一个备战的状态，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走每一步你可是不是开玩笑的，不是掉以轻心的。你可以开玩笑，就跟吕布的道理是一样。吕布的道理，所谓那种随时在备战状态，一定要一定要，因为你不知道随时会被淘汰，因为你已经被淘汰过一次了，那个淘汰很可怕的，因为你瞬间会被观众讨厌，遥控器是很现实的，他不想看你就转台了。所以你最怕的事是什么？我最怕听到嘘声，因为你听过嘘声，你也被丢过保特瓶过，在舞台上面表演，你丢保特瓶，砰，直接丢你。然后我们上台是被丢被嘘啊，下来啦什么的那种的，真的，很就是那种是很你很尴尬的，其实真的很尴尬的。然后那个时期是你会觉得我不想再听到这个了。然后你去主持现场，都有观众来宾，然后带动现场的观众，那个工作人员都说啊，欢迎谁要进场了，侯佩岑，哇，好漂亮哦，欢迎罗志祥，嗯，就会这种声音会出现，那我都会冲故意从背板后面这样默默的走出来，说，哎，不要叫我，反正他们要来不及嘘的时候，我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了，反正哎，要出来了，我出来了，不要嘘好了，就是会有那种酸酸的感觉。可是我觉得也很庆幸你有经过这一段，对，我很开心，不然我应该会很大头症吧。因为在一开始出道，15岁出道那时候就红了嘛，那都是每个人都说什么继小虎队之后啊，什么开始有新的团体，台湾的，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红得很快，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得来不易嘛，你就很容易就会自满，然后在那个时候自满之后，你就会对很多事情觉得很不把它看得很重视，对歌迷的态度啊，或者是对工作的态度，你就觉得随便怎么做都会红啊，就变成开始慢慢的自满，你就开始会被别人觉得说完了，你快要结束了。所以因为经过这样的一个时期之后，你才懂得去更去珍惜你现在所真拥有的那一切。对，今天看到罗志祥的成就，我相信他身边的兄弟朋友也好，然后看着你的歌迷喜欢你的人也好，都会很为你感到踏实的为你鼓掌，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包括这一次为了要跳新的舞蹈，就是变成你知道我们刚刚在想说你已经很会跳舞，有什么舞蹈难得了你，可是听说你这些舞蹈基础几乎没有用到，因为你每次学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舞，对，不一样的重练，然后呢人家已经帮你编得很帅了，你还说不行，我要加一点更怎样的，就是一定要对以前的对于舞蹈的观念呢，一定要哦这样的嘛，哦这样很厉害，哒哒哒哒哒，一样才比较厉害。可是我去 LA 学舞，他告诉我就这样就好了。我说哇，好帅哦，就你不用 gay 哦去做那，啊、对对，很忙，啊、对对对，他最会了，就是这种的，对，就是嘴型，就是嘴型，对，就是这种，啊、对，我还真不学，对对对，我有一只小猫咪，什么东西啊？你有看啊？什么从来也不急，什么？有啦有啦，就是那个表演方式是比较放，嗯，可是我这次学的是很收，可那个很收会很累。收很难，因为你放习惯了嘛，就这样力气就放出去了嘛。那是你收，比方说这样，你放哼哼就放出去了，对对对，收着哼哼，就你会出现很多内伤。哼，那个力你不能放出来，你要很慢，那然后整个肌肉叫绷紧，就得打破你以前所有的那个基础，都很累，而且腿也很累。腿也很累，为什么？因为你要很 hold 啊，很 hold 就 hold 那边就 hold 这样，不能这样哎，这样这样哎，所以有时候收比放更难。所以你这次就特别要去找老师练，再把你自己练得更瘦紧一点，是不是？对对对对，就整个，因为你胖胖的做收其实不好看，嗯，那你这样瘦瘦的做收才会，做什么都应该不是会很好看，就你一定要去做一些很适合这个舞蹈的身材，嗯，才能够做出那样的味道。那你找到一个人去练身，我是想问你说，为什么当初想找他？你打电话给潘若迪老师啊？对啊，那很好笑。我打给他的时候，我说，因为我先叫我经纪人小双去帮我找潘若迪的电话。不是，为什么要找潘若迪？那么多健身老师，对，那么多健身老师，我找了很多。我跟你讲，我还找过杨雄大哥，哎。曾经讲杨雄大哥长背蟑螂那个，以前百胜大魔王那个很壮那个，杨雄大哥我找过他，可是我当时练的身体跟他太像，
然后站起来都合不起来，我的手是合不起来的。我站在那边，然后手是这样，对，变成这样。然后我们公司说你这样不行啦，你这样是健身的呢。对，就你根本不是像一般的艺人那种精瘦的，穿衣服好看那个。我是说穿衬衫是那种绷在那边的，整个绷紧的，绷很紧的。那开始慢慢的又介绍另外一个教练，他告诉我要吃什么高蛋白的粉啊。可当后面吃完的时候，哎，你不练马上就变胖。那吃了你是依赖这个东西的嘛？你只要一健完身你就吃这个，就对，其实对身体，肝肾也不太好。那后面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想到，突然想到潘洛迪这个人，然后我就说那小壮你帮我找。他透过艺人，然后找到潘洛迪电话，我电话一拿起来说，喂，潘老师吗？我是罗志祥。他说，呵呵，你在整人节目是不是？我说没有啊，小钟在你旁边吧。我说没有啊，不是，我要请你找帮我健身。说你不要闹了啦，奶哥、陈哥，谁你不是在旁边吗？不要闹了，不要闹，或者是童童康，不要闹，他们都以为我在整他，可是我是很认真跟他讲说我要真的找你。他说不要闹了吧，好啊，如果你要找我，明天来啊，我们在什么火锅店见面。然后我一到了火锅店，我就跟他讲说我真的要找你，他就很得意说。你早就该找我啦，就我也觉得我早就该找他了。可是他跟我讲一个道理，我跟他讲说，其实我要的身材，我希望可以精瘦，但是又有线条。然后我希望在3个月之内可以有效果。然后他一开始说 OK 没问题啊，你3个月如果没有变成什么时候，我就让你变成胖。他攀嘛，如果3个月没有帮你变成谁，我就让你变成 PAM， 就代表一定会到这个效果。如果没有，我招牌给你砸。是这样的。然后到了健身房的第一天，当我说、欸、衣服脱掉，我一脱掉，他说，他有后悔讲那一句话，是吧？3个月见效什么的。是。因为那时候真的肚子啊。不是因为你一定让人家不能想象你有肚子或你有胖这件事吗？对，而且竹笋奶，你知道什么叫竹笋奶吗？我公司都叫竹笋奶哎。怎么可能、啊？就是那种侧面看是尖尖的这种。你怎么可能嘛？你有跳舞的人呐、啊。跳舞只是跳舞6分钟，你知道6分钟，护六分钟护不了一身呐、啊！我跟你讲，6分钟跳完之后你还是照吃、啊。真的，所以你有胖就对了。所以你的肉也是这样短一点而已。短惨了。真的假的？对。就你知道公司在说穿 T 恤那侧面看，哦，拜托你要不要去健身什么？所以你当你衣服脱掉给潘若迪老师看到，他有后悔，他有头低下来，他很后悔，他说3个月没有让你变成谁，就让你变成潘那句话。后来呢？第一天小松就帮我拍了照片，整身肚子啊什么很放松，给他拍，啪嚓。我们记载了所有这一个月里面的过程，单单一张照片全部集合在一起。然后接起来之后呢，我开始看看我第二天的、第四天的、第五天，第二天开始这样变，我说哇，变得好多哦。那当潘若迪看到我的转变的时候呢，他觉得他的得意开始，你看吧，我说过吧，3个月没有让你变成谁，就让你变成潘，他就要得意了。那当然他也很骄傲，因为他觉得他一开始很不太敢相信，他觉得他也教过很多艺人，很多艺人都3分钟热度，可能练个两三堂都不来了。那可是我的意志力是说，他都会用很奇怪的激将法来说，很累吧，明天不要来了，对不对？不要来了，你不要来了。可当他这样激我，我越想去，我越要去。我说明天我要去，带冲浪板去 K 他。我说怎么样？你手是不是抬不起来？因为洗澡手会让，因为真的刚健完身，哇，那洗澡很痛苦哎，你就变成是用身体带动手。你擦干头发是毛巾拿起来头这样擦干，你手没有力。天哪！然后你起床是这样，这样起来的，你不是这样起来的，那时候过程是这样。那他又很贱。他在帮你做福利女生说来坐，我说坐不起来，坐不起来，你干嘛？什么？你当什么跳舞的人呢、啊？你是艺人，你不要闹了好不好？你不要哄，你不哄，你真不要做艺人。他直接用那种激将法的方法激你。我说我要死，我要帮你，我要怎么样？我就一直吼自己，让自己激励起来。对，魔鬼训练，魔鬼般的训练，然后在做到一半，有时候会眼角会有流下眼泪，真的很痛苦。所以，我为什么命这么苦要这样？所以我跟公司说，你们放心，我不会再回到那个时候样子，就是那个样子，那个时候锻炼的那个时期太痛苦了，而且他都会传他的照片给我看，他裸照给我看。他说你就是他激励我，你想要像我这样吗？就我手机每次这样想啊。
这么壮，我看一下，我已经变上瘾了。但是很恐怖的是，你基本上他帮你定的是3个月，你基本上是在20天以内。对，就是有做一个很大的改善。真的，可是那个真的要很大的毅力，对不对？很大的毅力跟决心。因为你要光做，比如说有氧，要先做2个小时跳有氧舞蹈，不能停止，而且是很剧烈的那种，很剧烈的那种。对，那种咚咚咚咚，跟所有的阿姨啊、妈妈、姐姐们一起跳。你是跟他们一起跳？我以为你是潘若迪老师1对1。一对一怕产生感情了，这么多人一起跳，然后你会看到。你有时候快要累的时候，你看到这些阿姨妈妈他们怎么可以这么厉害还在跳？对，我就不能松懈，我就跟着一直跳。天哪，你是真的跟阿姨们一起练哦？我来给你看哦，不要给观众看哦，这是第一天。你们第一天那个身材，这第一天哦，咚咚咚咚咚，有没有？太夸张了啦！现在还有更恐怖的，志强，你真的要激励我们这些，所以没有不可能的事。大肚腩，所以只要你肯做，一定都有可能。你不要跟我说你年纪几岁了，什么新陈代谢变慢了，这都是借口。很多人说40岁、50岁啊，我动不了，只是你不能动而已，只是你不想动。其实你可以动，你能动的，你懂吗？不要借口。好，好什么？真的不要当借口。别人头皮跟我说健身了啦，健第一天，第二天不见了。就要说走，明天有氧好啦，不管怎么，明天一定去啊，不去怎么样呢？去惨了，因为之前就没来，对，没有来，没来嘛，我还是照做啊。真的，所以你现在持续到现在，你还是每天这样子练习吗？就在家每天练，就是因为我家里自己本身有一个，就是我设计一个健身房，然后在家自己做这样。所以练好的成果在海报上面可以看得到，对不对？练好的成果。这个时候还没有到现在这样子啊，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一点洗衣板了，有没有？当我这张照片出来，我给我们公司经纪人另外一个经纪人看到的时候，他眼泪泛了黑泪光，他说终于有事业线，然后跟下面的这块腹肌，他就觉得很难相信。所以他给了你肌肉，也因此变成你很好的朋友。哎，对，因为他变成在那一段时间是最了解我的人嘛，而且。在那个时候，你更看清楚这个人的个性是很强硬的，或者是他很我看一下，现在是这个，太过分了啦！整个胸肌，你看这个东西，什么东西？有没有到现在这样？这个是还好了，这是棒这样，这全部都是肌肉哎，能练的肌肉你全部把它找出来，不能练的我都练。因为这边其实是最难练的这一块，西罗，就是这边那一条。对，你连西罗都把它叫出来了，练出来太厉害了。现在会不会就是上瘾？因为你知道练肌肉的人是非常容易上瘾的，一刻不练会觉得受不了。就每天一定要动啊！那我们公司说你是上瘾的，我说对上瘾，他说不要练太壮哦。那我们公司或歌迷说不要太壮哦。对，我说我放心，我不会要倒壮啊。那你现在变这么壮，你还可以接受拜拜秀女生吗？可以啊，拜拜秀女生还是 OK 是不是？肉肉的摆姿势我喜欢的，你还是可以喜欢，因为我很怕说男生当你自己身材健美之后，你就会嫌弃你的另一半说哦有点肥哦小肚肚。不会啊，不会，因为女生本来就是健康就好了。我们听一下潘若迪老师怎么讲。去年演唱会的时候，我们两个又开始健身，然后我是比较先有成果，然后我其实私底下就会健身完之后，然后自拍照给他看，然后他就说他输了，但是最近他传给我他自己的自拍给我看，我输了，他的身材真的是太夸张了，现在基本上他还没健身之前身材是跟我差不多的，他健身之后。还不错，他现在健身后成果其实我看过了，因为他没见到我是这样，小亮，我这样摸，哎呦，哦，有呢，有。他把他的需求跟我讲，然后我才发现说，那我一说好歹我要先看一下，所以当他给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还 OK 耶。就是也没有说这么样的糟糕了，但是势必要花一点时间。前三天我给他笑的药量比较重。就是比较重，然后呢，那个感觉是让他痛不欲生啊。可是我那个时候是想试探他，我只想试探他到底有没有心，到底有没有心要去做。第二天有打电话来给我，他说老哥，他就开始骂我了。我老哥王八蛋，我的手抬不起来，洗头没办法洗，我头要自己下去了。
我说其实这还 OK 啊，我说你可以从床上爬起来已经算是我预料中之外的事情了。你看这一阵子其实陪着他，他再不瘦我看我连我自己都瘦了，不是每天这样搞三四个钟头，我要上课，我还要录影，还要其他的工作，然后晚上要陪着他搞到三更半夜。他让我觉得很感动，就是说好比我们今天做到三点半四点钟我们要回去了，回去之后他会发一个简讯过来，他会告诉你说，老哥我知道你在拼什么，对我，他知道他在拼，他说我在拼什么，但是他也知道他在拼什么，所以他说他绝对不会让我失望，他一定会给我一个交代啊。所以我给了他一些很多从前我没有教过别人的东西，那他也答应我他不会教给任何人，所以他今天可以在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自己的身体线条练出来。我跟你讲，很多人不知道他有六块腹肌，也就是很明显的六块腹肌。你答应他不要讲出来，对不对？你没有看这个。哦，天哪 ！Oh my gosh！ 那个线条，谁受得了吴尊？吴尊看到毛起来闷。对对对，变绿巨人、欸。那你现在会很害怕恢复？就是不怕，怕惨了。那怎么办呢？你现在可以正常的吃饭吗？可以。他告诉我一个观念，他的教科方面还蛮厉害的原因，他告诉你早餐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上吃得少。嗯，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真的蛮简单的啊。可是很难，因为你中午吃很饱，其实你就会抵掉你晚餐的那一刻。那你晚餐那一刻，你只要开始觉得饿的时候，你去做重训，然后让自己变得很激励，在你分心在这里的时候呢，你所有的注意力在这一块的时候，你洗完澡睡觉。我发现我今天跟罗志祥讲话，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开始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你，是因为你是一个没有借口的人哎，你没有借口。比如说像我们讲啊，早上吃的啊，说起来容易很难，不难，你马上不难，不难，不会的，一定怎么样，可以，你没有借口。很多男生或者我们通常人懒啊，我们就很多发很多借口，哎呀很忙啊，录影完啊，十一点男人吃啊，那你也要录影，你怎么觉得不难？不难。你，我觉得你的人生基本上没有什么借口。我跟兄弟们去看完电影回来，可能两三点凌晨回来，我还要在家里还要再去做，继续做仰卧起坐五十，可能500或50下、100下，至少我要做。嗯，因为他说肌肉它是有记忆的，你不能让它记忆不见。那以前小时候他很好笑，我胖的时候呢，晚上不给我吃，当我一瘦呢，哎，便当哎，吃了吧，吃，甜的花生酱给你，那时候就奇怪，哎，我现在瘦，你不能又把我养胖啊，没关系，没有糖的，对不对？给你吃，因为当潘若迪知道什么花生酱无糖的时候，不能给他吃啊，但是会写无糖的，无糖才会有人买啊。嗯。那其实还是有糖的、啊，所以还是不能吃，还是不能吃，不要找借口。潘若迪呢，他很喜欢来我家健身的原因是，他可以把我的零食带走。他说：“哎、欸，这不能吃哦，我带走了哦，蛋卷啊什么，他都直接拿走。”我说：“啊，哦、嗯，好吧。”所以交一个好朋友是健身教练也很好，24小时可以盯着你，盯着我，对。所以你们现在还是会碰面一起健身吗？是几乎每天啊，嗯，几乎每天、啊。你已经跟他做好朋友了，你的好朋友的那个。就是 range 很广，很广啊，很广。刚刚有一位坐在马桶上讲话的，他怎么了？山姆，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对，他就像是《最后大丈夫》里面的那个胖子一样。你看到《最后大丈夫》那个胖子那个，对，他就是里面那个角色，无厘头的人。对，那我们就是其他瘦的那些角色。对、啊。那为什么身边的朋友看到你有没有就说跟着你要练，或者是你要有啊？就 Toby 也一个，没有你表示你的小伟也一个，小伟那个小伟刚刚那个两个男的，一个胖的跟一个留胡子，那是蔡琴的导演、嗯，演唱会的导演。嗯，他也是说他要跟我练，我把他弄完之后，他上吐下泻。然后第一天到我家健完身，他嘴唇发白，就是不行，我快要往生做法会。真的、啊？他觉得快要做法会了，他觉得他快要不行了，他嘴唇发白哎。我说你太虚弱了吧。然后我们去日本逛街，逛完街回到饭店，我们全部住在一起。然后我健身，他健身，隔天起来他开始凌晨开始上吐下泻，他说都是你害我的。就隔天我们全部去逛街，他一个人在饭店里面睡觉。然后我要去买药给他吃什么的。他说健身健到上吐下泻，他太虚弱了啦，不行啦。天哪！所以你真的基本上做什么事情都很努力，给你一个功课，你一定就是做到好。对，一定要做到好，一定要做到好。就是我给自己下的一个决心呢，因为我之前带工作人员去夏威夷玩，夏威夷你也知道一定会脱衣服的嘛，然后我一脱呢，每个人都
你还是把衣服穿上吧。就他们会用那种虚的，对，不开心，还一直吸气。那他们来了就要吸气，他们走了就放松，就嘣，就这样出来。然后吃完日式烧烤完了之后，他们说：“谢谢你请我们吃饭，但是你变胖喽。”然后我又生气，刚吃完饭你跟我讲我变胖干嘛？我就开始生气，他们就逛街，我就不理他们，我就自己往旁边走。然后我就开始决定我要变瘦，我要变壮。所以基本上你很不能被激耶，我不能被激。不能被激，所以我现在身材已经练到，等我再好一点的时候呢，重新带他们去一次夏威夷。我到机场就脱衣服，一到机场马上脱了，来，谁在说我胖？谁在说我胖？哇塞，超帅的！一上登机就开始脱衣服，安全带扣好了。先生，你会冷？哎，不会冷，不会冷，哎。所以基本上哦，你的努力给你带来很多的快乐，有没有？那个健身完之后，哇，那个走路都有风了。就是要让这些人闭嘴，就跟以前看不起过我的人那些一样。他看不起过我，然后板我过我的眼的人，我让他们闭嘴，说：“哎，你看，你曾经说我过气的那些人，现在我会让你觉得，哎，哦，怎么没有成功什么的。”我们有时候看着荧光幕，有时候总是看到那个光线，就是你被尖叫啊，然后你在舞台上戴那个眼镜，哇塞，然后一堆女生喜欢你啊，签名签到手软，都没有想到说，原来你发每一张专辑的背后，你都是付出这么大的努力。我觉得那个会让别人会觉得，哎，好新鲜哦，而不是都一直一样。真的，每次看到小猪都觉得好新鲜哦。你快结婚了啊！新鲜的背后是需要很多的付出、坚持跟努力的。我们听听在你身边最靠近的朋友怎么说。他是一个不管在任何方面都很努力的人，不是，其实不是只有舞蹈。即使他是讲笑话或者是主持啊唱歌，其实他都有很认真的在努力。那对于舞蹈这一块，他其实就是他会以前他会去日本学，然后遇到我之后跟他讲一些美国的老师的好在哪边，然后他就会去美国学，然后也会有时候我们自己会请很多老师来，就是来训练我们自己，他有时候都会跟一般学生来一起上课。所以其实，而且他就是其实完全没有任何价值，他就在后面站着，然后很怪的就上完一堂课。他就是对他所有的表演都很要求，然后就像演唱会，他会提出他的想法，然后尽量去做到他觉得给大家看到最完美的一面。看他现在练他的身材，就知道他现在有多努力了。哎，工作到半夜还在那边撑。工作到半夜还在那边撑着，一定要叫老师来教他继续练，继续练。你看他有多撑，多劲。他有一个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东西，叫做旺盛的企图心。这个是让我觉得很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高处不胜寒啊。往往有些人在某些地方、某些身份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突然会懒了，会倦怠。有些人会觉得差不多，我到这个 OK 了就好。可是他不是，他对他这一块啊，这个部分的要求他蛮高的。他就是那个会让自己一直都有作为，然后让自己一直在冲刺的人。他也没有放弃过任何的机会，所以我说哇，那些机会是给那些做好准备的人。他就是那个做好准备的人，所以他会有今天的线条，那不是三天两天啊，是二十天。你真的有带冲浪板？你准备好了什么样子的浪来？对，就怎么样，还要去做保养，不要让别人觉得你跟他年纪有相差。真的真的啊，就是你很多新人他们上来访问你，会担心这个吗？会哦，站在一起我都会这样靠，他们靠得很近。你会吗？会。你有曾经担心过被取代，或者是有哪个新人让你？有一个很好笑，有一次快要30岁的时候，什么有一次，就有一次我躺在床上，然后隔几天30岁生日，想到一半我哭了，我说我不要30岁，然后就开始哭了，就觉得时间怎么过这么快。那因为我哭的原因不是因为我的年纪变大了，而是因为我怎么现在才开始被别人注意，怎么这么晚的原因是这样。然后我觉得如果再年轻5岁就好，如果年轻5岁，然后是现在大家注意到的话，那不是很好吗？而且爸爸也可以享受到我现在的成绩，而不是到了现在，然后爸爸已经去旅行了，可是他没有办法看到他儿子现在的成绩，然后就觉得啊好可惜哦，每一件事情都觉得很可惜。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就是，让自己保持在最佳状况的时候呢，你就不用担心所有外来的一些攻击，你可以去跟他们去做一个很强力的抗衡。
我今天特别看资料，就是回想说，你看像小猪以前要住在国宅里面，对不对？然后住七年了。对，然后可能开一个小小的车，但是现在的小猪是住大房子，然后装潢怎么样子就是我喜欢的，然后开着帅气拉风的跑车。没有啊，我最讨厌跑车，我哪有跑车？没有跑车是？最讨厌跑车。拉风的。拉风的。然后你会不会有一天很害怕说？听说有的朋友就会吓你，说罗志祥，你会不会突然间睡觉睡觉醒来，发现墙又变国宅了？哇，壁癌都出来了。我不会担心的，反正那个时候我就把那个国宅买下来。保证一辈子我不会再踏进来。我把它买下来，我卖给别人，我把我租掉也可以啊。没有，担心吗？我有笑，这个他们这个想法跟我讲的时候，我有笑。我担心，我不会担心啊。嗯，因为那个国宅。风水挺好的，在那里发迹的，在那边发迹的，其实对对啊，我再回去 OK， 而且离市区很近嘞。嗯，我到了华拉威就只有五分钟，我昏天亮呀。你觉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尝到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我要的生活？当我第一次买到新家，装潢好的时候，我站在一个角角看着整个家里面的装潢跟摆设的时候，我流下眼泪。我说我买到第一间房子就属于自己的，买给妈妈那个不算哦，是我买到自己第一间房子就哭了，就有感而发就哭了，就很感动，就哇我买到了，这是我的沙发，跳我的床，就我的家，那个一个人在嗨，然后开始叫朋友来我的家玩什么的，就开始就很开心的去享受这一块。就我妈妈告诉我一句话说，卖好把人跨北去爱好人宅你假什么米，就你吃的米你都是。你就是靠你自己的努力把它赚过来，你吃这个米是很大方跟别人分享的，而不是偷来的，所以你会躲躲藏藏去吃的。对，所以妈妈告诉我这句话，就是你很努力没关系，你得到都是很真实的。嗯，一路上走来，相信有很多人帮你，但是一样同样的那天，因为他们有剪成一个预告，我有看到你在那个访谈上有说，你要谢谢的人是谢自己，你要谢谢罗志祥。哦，对，真的要谢谢罗志祥，我觉得他没有放弃，没有放弃。我觉得，如果那时候放弃的话，我可能已经转行了吧，可能当 dancer 或者是可能做幕后的也有可能。那当然，我身边的有很多人，他们都很支持，很挺啊，比方说小双啊，他就是一个真的是最大的恩人啊，他是最大的恩人之一啊，就是真的是带我进演艺圈的孙总，他也算。那我觉得小双他的不同的原因，是因为现在已经变成是家人的感觉。那他在以前，因为我们的关系跟公司的合约关系，他自己跳出来帮我们。然后那时候我没有钱给他，他帮我们去出的这些费用，什么律师费、谈话费，你知道律师出来一分钟多少钱上下，你知道吗？我跪惨了，都是他帮我付的啊。我说我没有钱，他说没关系，没关系。可当我跟他讲过一句话，只要我有机会真的再起来一次的话，我不让你就是。小双真的对你不离不弃。对对对，那种感觉就是他是恩人，所以。那种感觉就是我现在的成就，我都会让他可以感受到很多的事情都是我们都是一起的。真的，其实放弃有时候很容易的，哦，比如说这里不行了，那我换做一个别的事嘛，对，我就不用自己一直困在这个框框里面很辛苦，踏也踏不出去。但是有一个人在旁边一直叮咛你，哎，可以哦，说不定我们可以解决的，可以做到的。对对对对，其实那也是要谢谢在你身边的小双。对，那谢谢自己是因为。很死要面子的一直在这个演艺圈里面，就那个感觉你要懂得，比方说你是被一个你被大家不喜欢的时候，你要想说你怎么可能还有机会再让大家喜欢你。哎，可是说真的，你觉得你被大家最不喜欢或者你自己觉得最低潮最难过的是什么时候？我跟你讲，大家都觉得还好啊，你有不红吗？大家都知道你，可是知道你是讨厌的，知道你，你懂吗？有很，可是你几乎没有很负面啦。那个不是负面的，就是别人磨练磨狼磨观众，没有观众缘了。嗯，就那个时候，就是你可能是你头发的关系，你头发颜色一直看嘛。你在韩国艺人都学我发型，你不要闹好不好？金的，是这样子。对啊，你看他们也是金的，为什么没事？是，很好。不能这样嘛，不要这样子，对不对？是因为欧汉生老，都怪他。哇，是真的，好不好？对，就是那一度你自己觉得自己被讨厌，是不是？这不是自己觉得，是大家都觉得，就大家都觉得啊，就工作人员他们就是跟你说，哎，辛苦了，辛苦了，就是眼神，就这样在电梯那一刻，
关门那一刻，哎、嗯，辛苦拜拜。那个眼神是永远忘不了的。你还有对够，还有跟这些人对上吗？有对过了，还有记者，真的，记者那种录音笔，让他放，他自己说吧。他开始传简讯啊，他开始不问我话。那可能我有主持过，所以我会可以噼里啪啦讲到很多，讲到他觉得还在讲。那他也没有问我问题，我一直讲。然后到现在，有时候遇到他的时候，他说：“哎、欸，他说哎、欸、不错啊。”现在说，我说没关系，你用以前的方法来访问我就可以了。对，他说：“哎呀，你干嘛这样啦、啊？哈哈，你看看，化解尴尬，跟旁边人工作一样，你干嘛这样爱记仇的、啊？”来来，小叔怎么样？这张专辑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说没关系，你不要问我，我会自己讲。哇，那个冷暖你都知道哎、欸。因为我觉得我学习到现实，但是我要让你重新再得到现实一次，就变成你让我现实一次，我要让你现实一次，嗯、你就做回你以前那个样子就好了。嗯、所以你不要再变你本来对我的态度是什么。那个感觉就是，我都会记得很清楚，他曾经对我说过什么话，他对我摆过什么眼，所以我很喜欢的朋友就是在我最不红的那个时期结交的朋友，对，那是最真实的。像刚刚 VCR 里面的这些朋友，像 Toby 也是，他也是在我那时候没有很多事情的时候认识的。如果我现在认识的话，我可能会对他一些怀疑。不理他，这种朋友就都不要认识啊。我就对他一些有所怀疑，对不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段过程真的让你感受到，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让你体验到很多人生的那个高低起伏跟冷暖。对，那个全部尝尽了、嗯。然后我觉得生命中也让你尝尽了很多，连生离死别你也尝尽。嗯，我觉得常常在想说，你一定这些很光荣的事情，你第一个想分享的一定就是跟爸爸，跟爸爸，你是最想跟他讲。对对。有时候像过年回到家拿起香，就是用很直接，没有什么尊敬语啊，什么都因为要对对要一定要尊敬嘛，我都没有。他说阿爸，你夸奖我，就是直接告诉他我跟他所讲的一些话，都是很直接，就跟他现在还在我身边的原因是一样，说的话都是很直接的，你夸不夸了，爱夸你，就是讲这些话，就是让他知道我现在的过得很好，然后妈妈也很健康，也很快乐什么的，那你可以放心的去。那边的世界去享受你的人生，你交女朋友也 OK， 但不要让妈妈知道。我就跟我妈这样讲，就是很正、很乐观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事情。但是有一些遗憾，就是因为她没有办法在家的客厅，然后看着电视，或者是在演唱会的会场，在那边看我演唱会的感觉、啊。然后没有办法住到你买的大房子，对，很可惜，就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相信他一定知道的，他一定知道。你让我夸，他有抱着他新女朋友一起看。哎呦，我惊耶！哎呦，我。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多歌迷好爱你，好爱你。然后当你这一次唱出我在拼什么的时候，他们都很难过，因为他们知道说你已经这么努力了，然后你也证明了自己已经这么好了，为什么还要那么拼？一定要拼啊，就跟功课一样啊，如果你不拼的话，你很容易被别人超越你啊。那个就是我不知道哎、欸、那很现实的一个环境啊。我觉得演艺圈真的不是人待的一个工作嘛，那我觉得各行各业都很难。那可能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要主持，然后唱歌跟演戏，所以你一定要在这每一样东西都要做到让别人肯定啊。那因为也因为这样子，我创造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偶像其实也可以这样当的。夸张，姑娘小芬来呀、啊！你看我一定会赢你。哎呀，太好玩了！要惩罚。啊、你是偷来的，怎么可以惩罚？你是什么东西呀、啊？这节目已经变我的，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从今天开始傻傻的，你怎么会这样子啊？就是先 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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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啊，然后到后来我们都没有人在里面哦，他就自己冲马桶。真的是他那种东西？嗯，不是很确定，但是之后我就。啊啊啊啊啊啊啊